现在呢，其实我们就试看看，哦 ，Focus 在这边，你从头不要用饭本，试着抛弃它一下，不然以后你没饭本活不下去啊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来试看看，大概这几个步骤而已啊，事实上都跟原本一样哈。来，我们就从这边新增，好，这里我就不要了，好，好，新增。哦，对，因为我现在两个以上的有没有？我这个先关掉了哈。我刚刚一开始有跟各位介绍过嘛，哎，你开了三个，它就会提醒你，你个亏了，你的电脑有可能会跑不动哦。好，我们就新增。好，那有没有看到这里有空白的专案上面这里？但是为了减低各位的心理障碍，我们先看右手边。这个是我绝对不希望各位用的。你应该知道 PPT 代表的意思，你都更可以用 PowerPoint 的话，想要过来家用 PPT， 对不对？你只是换个地方，那还不是一样？不过它有个好处啦，排列方式可以改变啦，哦，排列方式可以改变。来，你看，它有图片，还有文字云，有没有？文字云，什么叫文字云？就是类似像右手边这个，这个叫文字云，这样了解吧？我是蛮鼓励的，就是老师可以用这种方式的。你看哦。我从这边文字云按一下，然后他就问你，请问你有什么关键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边？我们刚刚在自己新增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？是不是就把这些关键字都弄出来？所以呢，如果我想要来这边，这里我就把这些内容把它放进来。比如说有生产力，我就复制起来，我就在那边贴上，那按个 Enter 就表示有一个，它这个等一下就变成新字图了。不过因为预设的字体是英文的，所以我这样都要打中文进去，你会看不到它，但是没关系，它真的在。好，所以我看这里生产力再来嘞，这边，好，这一个。贴进来，按个 Enter， 复制，按个 Enter。好，假设我这几个，那字的大小啦、颜色，我就先不管它哈。那这里如果你没有喜欢的，待会再来改没关系。你看有没有进来了？但是刚讲过字体嘛，所以我现在呢就告诉他，很抱歉，这个字要麻烦用中文的，有没有进来了？好，再看一下这里，这个没有哦，点到它。好，如果这样点不到，你就滚轮往后推一点。好，这里，好，滚轮往后推一点，这样就可以选得到它了。换这个，你不觉得它已经帮你把它用新字组的概念放好了吗？你看我往后推，有没有？放好了，那不要那么近，拉开就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忘记了，这都是路径嘛，好，都是路径。那这样子，你可以把字变小，也可以把它字拉开，对不对？不要靠在这么近，这样不 OK。拉过来，拉过来，过来，那你就是不是可以补充自己的东西进来？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感觉，预览一下。好，生产力，阿天虎，那你现在插哪一个背景插图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如果背景你这个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就来这边背景，可不可以自己改？3D 的跟一般的背景有什么差别？3D 的背景就是背景底图移动的比较慢，前面的那些物件移动的比较快。那如果是一般的背景，它就很单纯，就是大家移动速度都一样，这样了解吗？它就是有一个视差啦，哦，有一个视差，所以你可以找找看你喜欢哪一种的。好，如果你要这一种的，我就把它按下，背景就换啦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视讯背景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生产力，你的颜色可能就要自己再调整一下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蛮快的？也可以有一些基本的东西进来。哦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常常练习，
是不是效果就会比较好？啊，比如说生产力，那我加一个适当的图。这样进来，那你可以看看，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，你就把它这样，或者我就把这个缩小一点，也是一个方式，对不对？那你再确认一下，因为它现在是以这个为这个点，所以如果不满意这个，还记得我们有没有用过拍照？记得呀，拍一下，这个我就不要了，这样子就以它为主，以这个为主。可以吗？好，所以真的尝试看看，这很重要。因为范本我也很喜欢用，但是用久了就要有自己的想法，不然你就老是套用别人的东西。OK 哈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可能大致上先到这边，我大概留几分钟，看看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，还 OK 吗？因为问题，有一首歌不是什么什么总在什么之后吗？问题总在回去之后才会有。好，没关系，老师就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有问题我们再联络，这样。OK， 谢谢大家喽，谢谢。